竟然比牛奶矮耶。我说女性高个啦。哦，所以男生都坐下吧。因为这位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不是老模吗？等一下，我哪是老模啊，我新的嘞。你当模特也当了10年了吧？哪有啊？有6年。正式出道的话是2年前，可是在你才出道2年呢。郭靖，你知道白欣慧跟陶喆有交往过吗？我没有跟他交往过，有暧昧，有暧昧，没有，我刚没有交往过。你还跟他爸妈吃饭，你还我没有。你觉得他看起来跟陶喆搭吗？OK 啊。郭靖小姐呢，虽然看起来是走美少女路线，可是她的才艺是一个很有活力的才艺，而且我觉得实力很坚强哎。你在校园啦啦队已经当多久队员了？我练了8年了。所以你才是老模。被发现了，他是老拉啦。所以你从国中开始练吗？没有，从大学。从大学开始练。对。练到出社会哦。对。所以你已经不要算啦，差不多，反正30以下啦。瞬间被你讲的好可怕。所以你们老拉都在过什么样的生活？就练完拉拉队之后会去哪里 hang 哦？大家会去就是吃到饱，因为练完很饿。可是过着这么粗豪的生活啊？对啊，不是应该可以节食，然后练肌肉什么的吗？不会耶，他们反而就是想要吃很多东西。那请问你得到过什么荣誉吗？就是全国性的比赛，我们几乎都会是第一名。这么厉害？然后你的粉丝看过你等一下要在我们这边穿的那种露肚子的衣服吗？他们应该有在电视上有看过。OK。对。所以那个尺度还好吧 ？OK， 还蛮健康的。然后我们让大家看一下郭靖还有他的团员一起做的表演。属于那种背一个吉他然后唱那个创作曲的女生，怎么会搞这些啊？就是兴趣。我喊一二三的时候，请你们一起摆出啦啦队应该有那种灿烂又做作的笑容。灿烂又做作。一二三。哇！后面有两位男士啊。就是前面的女生摆我都勉强可以接受，可是那两位感觉就是你知道生活压力很重，你看头发都白了，你在那边强颜欢笑什么？明明背后有大概千万的债务，有一种社会人士想要振作起来的感觉。而且那也是爸爸，还在那边，他只长得像爸爸。你几岁？26。
你26，那我觉得白金会出单曲，我可以接受。可是26还在做这个哦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兴趣啊。所以你们参加的是社会组，是不是？嗯，社会组就没有限制年龄了。没有。然后刚才是哪几位负责把它举起来的？男生这三位。我现在把白金会交给你们，你们做得到吗？可以，不会摔到哈？不会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他自己要不要哪一个地方要注意的？不要绷，就绷紧就好了。你要试一下吗？还是你不想试？好，没在怕的啦。你不想就说啊。其实我们很习惯明星耍大。你万一腿断了不能走，我们不是还要给你钱？哎，可是会有人在后面保护我吗？会，会有一堆人。会有一堆人，你怎么会相信这个？是长好兄弟吗？他摔下来，你们绝对可以接得住吗？可以。好，所以你们慢一点，我们没有要追求精彩，只让他试试看而已。踩上去就对了。嗯。就站好就好。后面是你要先安全措施，是不是？你就贴好就好。头看前面哦，头看前面。Two down。底下人在对你呼唤说手手手，可是你只顾着看前方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他手有这样，下面手有一样。你们刚刚要手的时候是叫他把手往下伸，是吧？对。可是你本来第一次上去是软的，哎，为什么你后来又挺起来了？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我真的摔下来，就真的死了，所以我就想死命就为了活下去，是不是？人的求生意志真的很强哎！而且我在旁边看，我都一直这样跟着，我觉得太可惜了。你要试吗？我可以试啊，反正大不了摔下来就一尸两命。也不用讲到这个地步。郭靖，你的那个歌路跟刚刚啦啦队表演是不一样的。对，相当不一样。然后，就是你唱的时候会很沉闷吗？比较悲伤一点，因为我的歌很多都是那种抒情的慢歌。好，我们听一下郭靖的歌声。我努力想起你，笑着哭泣，让自己深爱你，再学会放弃。我不想忘记你，就算可以。伤心，我努力想起你，哭也没关系，用祝福。